我们刚才呢看了这个电影《记忆大师》啊，那也让我想起了去年我们的陈导的一部电影啊，《催眠大师》。三年前的《催眠大师》。那这两部电影呢，其实他们在类型上都属于我们陈导的这个大师系列啊。但对于这样的一个电影呢，我们在看《催眠大师》的时候，就在想，究竟是徐峥是催眠大师呢，还是莫文蔚是催眠大师呢？然后，后来的剧情在我们不断的烧脑的过程中就反转了。那么这一部《记忆大师》依然是如此。我看到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呢，在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呢，也一直在思考，有的还在欢笑，说明我们陈导的这部电影真真正正的打动了大家。那我想问一下陈导，就是在你这个《催眠大师》之后，那我想这部《记忆大师》也是你在大师类的一个升级啊。那这个大师类的电影也成就了你做大师的这样的一个电影的地位啊。那你能谈谈就是做这个《记忆大师》电影前后的一些感受吗？做《记忆大师》前比较紧张，因为跟《催眠大师》只是第二次，然后。催眠大师是一个比较简单的故事，这一次记忆大师就真的是比较，就是比较贪心一点，因为觉得故事真的复杂很多，然后其实我自己是很担心，比起我以前拍过的所有电影，是我最担心的一次，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做的好不好，然后故事讲的流不流畅，然后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测试之作。就是好的部分保留，不好的部分我改进。谢谢各位。那我再问一下陈导，就是说，大师升级这样的一个呈现，是商业的导向呢，还是说类型上的导向？这两个是同一个导向。同一个导向。那我想呢，这部电影呢，也给我们大家带来了更多的一个烧脑。我今天看了一下我们一些电影的平台啊，《记忆大师》在今天上午，它的这个排片率。跟票房是第一的，啊，也在这里恭喜我们的这个《记忆大师》的主创人员。那我想问一下陈导，接下来还会给我们大家带来这个系列的大师类的电影吗？接下来啊，我们的同学们也可以想一想，就是我们陈导做了这个催眠大师。然后也有记忆大师，那接下来做什么呢？我们现场都是90后的这个同学比较多啊，你们是这个现在电影的主要的这个买单者，那你可以给我们陈导出出主意啊。我们有请陈导。您来介绍一下，就是我们的接下来你有什么，还有什么想法？接下来可能会拍一个喜剧片，然后也是一个新类型的，紧接着就会做心理大师，就是。综合了这一次催眠记忆可能没有做好的部分，三部曲收官，然后主题会第一次放在校园里面。好的，我们期待我们陈导有更多更好的作品呈现给我们大家。接下来我们来采访一下我们最有才气的啊编剧任腾老师。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这部《记忆大师》也是你跟陈导合作的这个第二部，就是大师类的，对吧？上一部《催眠》也是您做的编剧。那这个《记忆大师》，您跟陈导在酝酿到后来那个成型的时候用了多长时间？这个剧本是导演跟我一起创作，一共写了2年半，然后一直到拍摄期间也还在进行调整。剧本不是说写的越长就越好，只是因为时间够长，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去找里面的漏洞，然后尽量的完善。因为我相信现在呈现给大家的故事也一定有 bug， 相信大家这么多，可能是两个人的创作，有这么多观众在看，那如果有 bug 的话，那就希望大家尽量的能反馈，我们会在以后的故事中写得更好。谢谢。我们陈导有补充吗？就是关于你们的合作，因为上次你们现在已经是第二部合作了啊。没有，这里好像。好，大家都是我心里想的。我们陈导说，编剧想的也是他心里想的，说明这个他们是有默契的。那也希望以后他们合作能够擦出更多的火花。接下来我想问一下我们的主演杨楚珊小姐，刚才呢，我们很多同学啊，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跟大家在窃窃私语，说如果这个。人类啊，真的可以删除记忆的话，
那应该是好事还是坏事呢？如果让您的话，您会删除某段记忆吗？愿意吗？我可能绝对不会去删除任何一段记忆，因为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人去经历过的每一个好的事情或者坏的事情，它都是组成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的一个因素。对，可能也许你改变了某一件事情的记忆，可能会对现在造成一些影响。而我现在对自己的一些生活的状态、工作的状态都算是比较满意的，我并不想要去改变什么，所以我不想要去删除我的记忆。谢谢。好，其实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当中的记忆呢，也会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不管它是痛苦的还是美好的，它都应该是成为我们成长路上的一个个台阶。我还想问一下这个子珊啊，因为大家都知道子珊，他每一年接的这个电影都是不同的一个角色。那您在这个饰演啊，刚才在机甲水饰演医生是吧？你说这个角色跟你以往是演的角色，对你来说有什么样的挑战？下面一条是什么鬼？怎么办？因为我们以往饰演的角色都是比较青春类型的，比较活泼一点。这一次呢，这个角色可能就是比较稍微的沉稳一点，比较收敛一点。那但是因为这个角色呢，它其实在这部戏里面的发挥的空间不能说是非常的大，所以你要说具体的挑战，我觉得倒还好，但是它完全是另外一种角色的类型，是一个新的尝试。好，谢谢子珊。那接下来呢，我来问一下，再问我们同学问一下这个徐伟宁和王真儿，就是我们刚才也看了你们两个人的非常精彩的一个演出，那你能说说这个这次的饰演的角色跟我们导演合作，你们是怎么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跟导演合作，我觉得蛮幸运的，因为其实之前我一直说，第一天见导演的时候，包括确定接演这个角色，大概只有两天的时间，我们就已经决定了，做好决定了。那在接演这个角色，我觉得主要还是心理的挣扎，因为大家都看到我跟王真儿在里面，其实两个都是比惨的，所以主要就是很多人都会问说，为什么我们这样子一个被家暴的父母，为什么离不开他们这样子的生活环境？在这个角色方面、心理头方面，我觉得是做了很多的功课，而且查了很多资料。那对我来讲是一个蛮好的经验，谢谢。好，谢谢伟宁。我接下来问一下那个王真儿，就我觉得他在剧中呢被三个人谋杀，然后有这个黄渤，有段奕宏，还有这个杨子珊。那我想问一下，这个王导，你跟三个人飙戏有什么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个李慧兰在这部戏里跟这三位老师的角色上的诠释来讲，其实是三种不同的感情的。然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出来有一些细微的变化。然后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跟三个老师一起对戏，我觉得可能对我最温柔的、最手下留情的就是子珊老师，所以每一次一到现场看见他，我觉得也是最轻松、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包括有一场戏，就是我一下被就是扑到他的怀里去哭，那一场戏其实当时扑到子珊怀里的时候，会是一种特别幸福和放松的感觉，觉得好轻松、好减压的那种感觉。然后跟段老师在一起会比较紧张吧，然后有一次拍戏的时候在楼梯上酝酿感情，然后突然这个时候段老师进来了，然后我们工作人员告诉我，我特别不自觉的就往上爬了两个楼梯，就往上爬。然后跟国哥在一起工作，其实我一直有说，在当时那个状态下，国哥对于我的可能意义像我的救命稻草一样，是这样的。那个时候还好，我觉得在角色上就是跟这些影帝级的演员一起交戏哈、啊，对，还有影后哈、啊，对自己也是很大的提升，对吧？非常大的提升，而且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了。对，好，刚刚呢，我们那个记忆大师的主创
跟大家交流了一下拍这部电影的一些花絮和心得。那接下来呢，我把更多的时间留给我们现场的同学们，大家可以提问。这样吧，同学们可以举手，然后我们五位主唱一人点一个人，好不好？我们从导演开始。第一个提问，我们送礼物，对不对？我看送什么？出版的记忆大师的写真跟小说，一本记忆大师的小说。来，我们让那个子珊来选吧。一、二，先放下。一、二、三。啊，那选就是中间这个女生嘛，因为我第一个看到的时候举起来。好，麦克风递过去是吧？我想问一下那个警官和王嘉尔扮演的那个慧兰是什么关系？这个没有解释清楚，谢谢。今天是我们病理上线的第一天，然后我微博收到私信问我的问题都是一些非常奇怪的问题。竟然有一个人问我说，这里边的小女孩跟沈警官是什么关系？你告诉我，沈警官是他的大舅舅吗？段老师，我跟编剧的解读不一样。我的解读啊，段老师因为小时候他母亲带给他的，他母亲啊带给他的伤痛，所以他遇到林慧兰这样跟他母亲有同样处境的女生，他对他有一点提醒作用。我觉得段老师是有一点喜欢他的，他只是利用警察，就是说我要帮你，我要帮你，但他其实喜欢林慧兰的，所以帮到最后的时候，林慧兰发现了。他才会跟他说，你该不会喜欢我吧，想让我离开我老公吧。所以我觉得他们两个的情愫在里面不是不说清楚，是我觉得当事者他们都没有说清楚。但我觉得可能段奕宏是喜欢你慧兰。你是段老师的粉丝吗？是吗？是吗？对对对。哦，段老师不喜欢他的，不喜欢他的。我们选择做校园，尤其像小马，
第一个原因应该是选一所我考不上的学校，你们应该比较会看得懂这个故事，不会跟我说这故事太难了吧，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当然了，我觉得我这一次拍的很多地方闪得太快了，显得转折有一点生硬，就如果你们不嫌弃的话再看一次。然后关于家暴这个主题一直是我关注的，我觉得大学生可能离得还很远，但是我觉得很早我就希望跟各位传达，就是任何伤害不能以爱或是以家的名义做出任何伤害，任何一点点都是家暴。在场的女生们千万要注意记住这一点，在场的男生们也要记住这一点，就是家暴对我来讲是一个在华人世界中非常容易被忽略的主题。所以其实如果你们愿意二刷的话，其实这一次电影除了烧脑悬疑以外，讲情感、讲夫妻关系的、讲家暴的，其实更是我真正想表达的核心。谢谢。所以我们陈导在拍这部电影的时候更有社会的责任，除了我们大家在烧脑在脑洞大开之外，我们还可以在这里面准备家的那种和谐，是吧？这是我们陈导可能也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啊。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进入一个抽奖的环节吧。我可以回答一下，没问题啊，我回答一下。对，就我的部分呢，我觉得因为其实也不是不想拍其他类型的，是刚好这一两年都接到类似的剧本跟角色。那我本身自己也很喜欢看这种烧脑剧情的故事。那身为一个演员，有的时候我觉得在看本的时候，你会特别就是跳脱出来变成一个观众，就是这个故事吸引你。那我觉得在看剧本的时候，我就很想要知道结局是什么，然后会把自己套入在任何一个角色里面。所以就是我这一两年都接类似这样子悬疑惊悚故事的原因。那如果之后有机会的话，我当然也想接喜剧啊，因为这两年太累了，心理跟身体都还蛮辛苦的。对，谢谢你。好，我们谢谢伟明。接下来呢，有没有这个同学想问一下子珊的？那个子珊是凶手的举手，看到一半的时候。我们重新来，听到了，听到放掉，我喊一二三，再举手，准备啊，一二三。我们好像那个，哎，子珊有一个摄影的那个小哥。这个，他好像是先举的。好，那就可以代表媒体来问一个问题啊。有没有问题啊？竟然跟学生抢机会问题啊？问你啊，你要什么？就是他是属于帮凶，他喜欢什么？对，我们这个你代表我们学生来问的。我子珊你好，请问你跟那个警官是什么关系？是帮凶吗？为了大家？请问你是段老师的粉丝吗？啊，不是不是。好了，可以了。我跟警官之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大家应该有看到说，我在李慧兰家暴的这件事情上，我没有选择去报警，对，然后等我下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是他的尸体了，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是有刺激的，所以我下定决心说，无论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人，不管是不是我职责范围内，我都愿意去帮助他。那所以呢，这个沈警官呢，跟我之间就是这种，有了这个事件，他就告诉我，让我去帮助这个受害者。对。哎，那到底在剧中，你比较爱段立恒还是比较爱徐静？这个问题，觉得你的表演上，当时设定你是爱段立恒还是徐静？表演上、设计上是为了，就是让大家模糊大家的视线。其实，在表演上是对徐静蕾老师那个角色投入多一点感情的成分。是感觉吗？是吗？好，谢谢。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进行这个抽奖环节啊。我们刚才的很多同学呢，也通过。记忆大师校园行，然后这个发布了自己的这个微博上墙，我们也看到了。而且我们这里，我听说我们有的是从闵行的校区给你赶过来的，所以说我在这里呢，特别的感谢那些从远道而来支持这个电影记忆大师的现场活动的同学们。
接下来我们就抽奖了，跟大家说说我们的奖品有，我们陈导先抽好吧？陈导的奖品是 candle。来，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这是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哪位朋友为什么不问跑到前台来？在吗？不在，不再放弃了。不再放弃了，有没有？为什么不问问神奇海螺？跑到前面来，那个小姑娘。然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发奖。我接下来是三。啊，最后那个人头比较感兴趣。我选的是。你怎么乐是岳孝龙小欧，主动就会有故事。乐孝龙。主动就会有故事，这个是什么？乐孝萌小欧，谁是乐孝萌小欧？举手。我看，是那位吗？是吗？来，跑到前面来，来，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发一个 VR 眼镜啊。接下来伟明的。猫小笨，猫小笨是哪位朋友？猫小笨，哎，来，那位穿红衣服的小姑娘，到那边来，到这边来，我们的工作人员，然后开始取山的了。取山水。我想选一个头像比较可爱的。选一个吧，因为三次选写错了。我看选一个。冯小鱼。冯小鱼。啊，好，那个小姑娘，怎么都是女生的，也没有一个男生的。这里。好，我们的，看看我们的这个编剧，那个任鹏老师能不能抽一个男生啊？编剧。抽一个像男生的。或是特别像女生，有可能是男生。薛凡伟是哪位？哦，是个男生，还是个小帅哥。好，那我们现在来领取奖品。好，那刚才呢，我们的这个抽奖环节呢，就告一段落。大家其实还可以继续通过微信，然后来发布你对这个暨大事件与校园情、上海交大这样的一次活动啊，有什么心得体会可以发到上面，我们也有一些奖品送给大家。那愉快的时间呢，总是过得非常非常的快。那今天呢，我们电影记忆大师的主创人员的跟交大学生的见面会啊，到这里先告一段落。接下来大家不要走啊，没有结束，我们还要合影，我们跟我们的那个记忆大师的军团来现场合影。然后大家一会儿呢，来先媒体的朋友来拍照，然后一会儿我们再反过来和我们现场的所有的同学们来一个大合影。好，我们的媒体朋友，来，等一下，花等一下，先把花。花先拿一下，花先拿一下。先把花拿一下吧。哎呦，脸都挡了。花先到了，哎呦，这怎么散呢？好，让我们一起喊记忆大师大麦。我们的同学，来一起记忆大师大麦。来中间看一下，中间。对，我们来正中间。媒体朋友先拍照。我一看一下这边，来看一下这边，谢谢。我也这边看一下。好，接下来我们还要反过来。完了，我们录进来了，同学。谢谢各位同学，谢谢。好，我们谢谢各位同学。那大家记着啊，回头把这个记忆大师带给你的同学，希望大家能够到电影院赏赏。没有奖，没奖。走人了。好，谢谢大家。今天的记忆大师上海交大的校园庆活动到此结束，感谢大家。小朋友们，学生非常没听老师。
腿软了，谁的名字？怎么不拍了？你喜欢拍照？这是啥？我也是，我一个都也没拍。收养，手伸，手伸。现在不拍，收养。我看你老大了，五月头的时候，我们家小姑奶奶要开发布会，我肯定要去的。你这个东西，我会先练一下，到时候看收养不收。闹不死了，我跟你讲。你现在不拍你老大了？我一直，我老大嫌我拍的丑。我操！跟你说。放下，这是他们观牌，就是要这么牌，结果我拍就是。所以下面要是你的吗？对的呀。厉害厉害，这样的你是个黑土王。一会儿他我不加的片段吗？就是三分钟前期我都想不出来。现在多少分钟？你看你前期的话，不管行不行啊？那个前，哎，你说这个瘦腿啊？没有啊，他说我喜欢吗？我们这个那个存放时间大概有所以说就是想问问题的就直接说。40分钟还是40分钟？40分钟。哎呦网红，好久不见了。40分钟有什么问题？40分钟。对，有问题然后举手找我，然后我会问。对，直到大家没有问题了，那我们就收了，好吧？好。啊，咱们不动了。等到明天早上。40分钟。大家坐着就说说而已，不要当真。今天上午还好呀，那个老板说，来我们老板说，不准剧透，什么都不能说。结果我群访一个人问问题，能问到4分钟吗？一个都没有问题。为什么不能剧透？靠你们了，说吧。大家自我介绍一下。哎，怎么又换了？开始串。40分钟群。哎，没问题就不问了呀。真是哪里？问不下去了，然后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谢谢。说明他们后面比较空，晚上大光明早了。现在跟明星拍没什么事儿，他都是后期的，要么加滤镜。我也就只能这么打算了。我打算晚点的时候回他，就是那天我们院长要过去啊什么的，反正就请病假呗。反正我们找，只能把锅往人一人那儿扔了。啊，我知道，因为那个他们跟小朋友什么的，要那个站着吧。坐着。椅子移近一点可以的，你近一点。坐着。不痛吗？不痛。近一点。站着好难切啊，同学们。坐着就行了。站着就好了吗？站着好难切。我们可以往前一点吗？别往前，你再往前。往前发呆了。查不到的呀。你又不要发的，你还发呆。站前面。你也比较专业一点。在台上全录不见。在台上。你也要练全套。我就会刚刚送我礼品了。你开始的问的。能拍吗？开始吧。我本来想瞎搞搞。瞎搞，因为现在开始刚从天道嘛。还是天道，我也听到拍立得。没，一直跟天道跟拍立得。所以我想跟天道，我说拍到我有兴趣的。你刚说礼品了，我找到江湖人。哎呦，超难的。哟，从机场回来了。没去啊。我随便讲讲呀。想叫我早上来机场看到侬的。哎，那啥当时去看到我，还是去看到偶像的？你别追了，我受不了了。你回去吧，太好了。来，我领你。来，小磊那么拼。我来留你手而已。不去，我要回家睡觉，困死了。阿拉，我想现在两个在国外，一个在北京，无所谓。啥人？小妹妹在哪里？啊，谁啊？不来，不去。现在开始拼机场了。机场男的不用。知道那天我们家小易走了啊，哗一群人过来，我就看见了他。都是姑娘，对不对？但是机场拍只有，现在机场拍的都是女的，我反正机场拍的全部都是男的，对，因为女的挺拍，男的就躲起来，男的出来了他就躲起来，
以后我们就搞打赏，男的出来来这边支持，就没得拍了。你们去啊，你们搞，你们几吧？我现在帽子可刀都备好了。靠那么近，这个在玩游戏了。椅子呢？抢椅子。椅子靠这么近？他这么近啊？抢椅子有几十几算了。这个要谁玩？这我就帮他帮他洗都没用了，因为也这么子把那洗的近，都还是靠人没得了。哦，拍吧，我去讲上海。哇，上海媒体朋友好多。哎，我去。上海号人，大家好。大家好。这个模仿好像。大家好。雷猴。大家好，谢谢。雷猴。想问一下导演，就是导演对水军这个题材是不是自己有个什么细节之类的？为什么选用家暴？其实我小时候，我爸妈常常没有当过老师，没有了。选这个题材其实蛮简单的，是我是这个题材的人，然后再来是《101次求婚》票房比较成功之后，《101次求婚》在上海拍的，票房比较成功之后，口碑有一点点问题，但是依旧还是拿到很好的票房。那个时候就告诉自己。想为华语电影拓展一点新的类型，就像推理大师后多了很多推理悬疑，我也希望推理大师虽然我自己觉得不是一部完美的作品，但也希望像冷科幻啊这种幻想题材的融合类型的电影能够多一点。导演刚刚在台上也讲了好几次，说有些地方有些深刻之类的，自己觉得你自己最不满意的点是。其实我最不满意的就是我拍了两部满意的电影，但我必须把它剪成一部。其实我自己说实话，在座的所有演员很多跟我是第一次合作，比如说像子珊跟我是三度合作。其实我第一个剪掉的就是他的戏，我其实蛮对不起他的，因为其实子珊在剧中跟段奕宏老师，就是一个医生跟一个警察跟一个家暴妇女的三个人的关系，真的都足以撑一部电影的长度了。然后段豪老师跟老师，他们俩夫妻关系的戏，我也剪掉了场，大概十几二十分钟。你问我，其实这次我觉得我电影还是很努力的，在完成度上做得很好。我最不满意的就是这一次自己太贪心，野心太大，但我还是尽力的把它完成一部。可能你们需要多看几次的电影，然后总之电影就是一门遗憾的艺术，但我觉得这个遗憾会让我进步。谢谢。那我想问一下子珊，就是这次在跟我们指导合作感受怎么样？因为之前的片子就像比如说《从他斯三种》就很轻松明快，今天这个就是非常沉重啊，有时候可能一惊一乍的，就是自己觉得感受怎么样？我觉得挺好的，因为之前的角色都比较像你说的比较活泼一点的，那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你也不断的想去尝试不一样的角色类型或者是什么。对，我一直是在追求这个东西，那这一次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演一部这样类型的片子，一个这样跟以往不同的角色，对我来说是一个很新鲜的尝试，并且以后还是会去演更多没有演过这种类型。谢谢。那你在结局的时候问我说啊，我就这样不要一生死了。我也觉得很莫名其妙，为什么就这样子？我下一步是警察。好，谢谢。那刚陈导演提到就剪掉了很多那个戏嘛，就是你拍的时候啊，再到现在看成片，就自己感受就是有就很惊讶，就怎么好多戏都没了，要不要找陈导做一个补偿什么的？其实说实在的，我到现在我还没有自己还没有看到成片，我只是在初一的时候看，因为我最近在拍戏，没有时间看。然后其实，在一两个月以前吧，他就专门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我是来给你赔礼道歉的，我把你的戏剪掉了一些，然
然后呢，可能现在角色上面呈现的也不是说那么的完整。如果上映的时候你受到了攻击，请你多担待。对，所以我大概心里已经有数了，有谱了，所以也没什么觉得很那个吧。因为本身一个戏的体量在那儿，对，你要把一整个故事讲圆满了，肯定是要在一些其他的线路上面做一些牺牲的。那我觉得导演他掌控全局，他去考量说摘掉哪一部分是对电影是好的。我觉得只要作品好，就会能呈现一个好的作品。牺牲掉小我成全大我这件事情，我觉得也蛮好的。再说他说了下一季补偿我，你们听到了吗？你等着看。那我想问一下子珊，就自己看剧本的时候，就是会不会看到前半段又有自己去凶手？因为我们当时都这样想。其实我有这样的想法，没有。我看的时候，其实我看到要，我一直以为，但是我会觉得说，像这种悬疑烧脑片，怎么可能让你看到一半的时候，以为你是凶手，你就是凶手呢？之后一定会是有一个反转的，对，所以在看的时候，我就知道，虽然看起来像我，但最后一定是我。问一下几位演员啊，就是几个演员都可以回答一下，就是在剧中几位饰演的这个，就除了子珊以外，其他两位就是，怎么说，饰演的就比较复杂，情况比较复杂，也比较分裂。说实话，就是给大家我看的感觉就有点分裂啊。问一下平时怎么调整这样的一个状态，怎么演出这样的感觉，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说怎么消化这样子的角色吗？其实我觉得主要，对我来讲，最需要学习跟找资料做功课的部分，大概是心理状态吧。因为像这样子的，更加暴风风雨，他们经常或者是，都会有一种叫斯德哥尔摩症，他们会爱上他们的加害者。然后，甚至是说，如果旁边的人要帮助他的时候，他后来会反而跟这些帮助他的人说：“你们看到的都是我，被打、被伤害的那一面，可是你们都没有看到他其实有多爱我。”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对你的加害者的那一份爱，还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小孩、孩子的关系，所以你觉得说，无论如何，我还是希望我的家是完整的。而且我都看到了他其实有多爱我，包括你看到我的老公他在我面前断食，就是这么夸张的事情他都可以做出来，那你当然就会觉得说他是真心的忏悔，我可以拿回家去。我觉得你心理状态上面是有做足了这样子的功课，身体方面的话，反正就到现场就是习惯被揍啊，被一直在水里都洗，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对，特别需要。就是拍你这个溺水那一场，大概拍了多少次？你都已经习惯了。我一天其实七八个小时都泡在水里一天，然后拍溺水戏其实试了很多次，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你会游泳，你其实你必须真的溺水，不然你的本能是习惯性的就想保护自己，不让那个水进来。那后来跟导演讨论了之后，就觉得那就真的喝吧，就真的呛水吧。然后那个效果就因为是真的，就特别好，我就用了那一个。对，这样来给分享一下，我感觉你这个角色比他还狠点。我觉得可能在前期更多的是自己也看过很多这种类型的电影，包括这种角色的，就接近我这种角色的国外的一些的电影。而且有一句话叫“幸福千篇一律，悲伤各有千秋”，我觉得可能是。幸福千篇一律，悲伤各有千秋。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痛调的东西，就每个人的痛调可能是失恋的，可能是家庭不好的，各种各样的。但是我觉得可能最要把握的就是我把握住这个人物的痛调，然后找到我自己自身，我觉得可能最接近他的那个痛调程度的东西，跟他结合在一起。可能心理上呢，更多的还是需要去观看别人的，然后结合自己和人物的，然后更多的是想象的，还有最后导演来调教的东西。对，然后其他大部分的动作戏，也就是大家就看到的那样，是第一次尝试动作戏，所以在不断的学习的一个过程。那两位就是在戏中被家暴的
那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你们会是那种忍气吞声的吗？还是就是说我已经跳出来，我要报警这样？三位都可以的，不过子珊倒是对人家家暴的原因。我觉得我应该不会吧？对。这个其实我真的是有深思熟虑过了，我觉得看我能忍多久。对，看我被打的程度。如果像上次那样子的话，我可能就会报警了。但我觉得我目前这样子我还能接受。对，我觉得我的心里的想法可能跟伟宁特别接近，我也觉得是先看我的忍受程度。而且如果万一当下的状况是我们如果再有孩子的话，可能就更难抉择。而且也有看到过一些分析我们可能数据的东西，说很多女性大概要被家暴到三年以上，平均就一个这样的时间才会选择去来保护自己，选择离开。对，你不问男生这种性别歧视，你可以回答一下。我不会回答。然后问一下编剧，在这个剧本的创作过程中是跟导演共同创作的，那中间两个人会不会有那种分歧啊、争论之类的？分歧大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注重事物的逻辑的人，导演是比较注重人物情感，所以有时候按照情感来讲，可能逻辑是分歧不同的。就包括很多观众都会反馈跟我说，为什么小孩还杀死了被家暴的母亲，却没有去杀死施暴的父亲？当时我跟导演就对我就举个例，我当时其实写了一段，就小孩试图去杀死父亲，但是没成功，然后招致了更强烈的反击，就父亲对他们更变本加厉，所以他后来就想帮妈妈复仇。我觉得这样还可以，但导演说，他用他的方式说服我，后来我也认同他这个道理。就现在我的解释就是说，因为他对爸就是单一的期待，我讨厌那个人，我们远离他就好，不要有任何瓜葛。但对妈妈是爱恨交织，你知道爱恨交织的过程中，往往情绪一激动，天平就会往边倾斜。所以说他杀死妈妈的原因是他那个，他跟妈妈说我们离开他，妈妈说不可以，不要再讲话。然后他说了一句话，爸爸死了就好，妈妈就不能再讲话。于是他想到了帮你一起拖，妈妈上。那我再想问一下，就是我们这个电影其实很多场戏都是非常释放的那种，就是争斗很激烈的那种。然后就是，然后片子里两位男主角他都是影帝嘛，黄渤跟那个段奕宏。就你们三位跟他们合作，就是感受怎么样？然后有没有印象特别深刻的哪场戏可以分享一下？哦，我印象最深刻的应该就是在楼梯上，然后一直到被推楼梯的那一场戏。对，因为那场戏从体量跟体力上讲，因为连拍了差不多两天还是三天，然后每天重复的可能都是这样的动作的戏。然后从感情上讲，那场戏可能也是我情绪，我觉得这么多年来做演员接到的角色里面最爆发、最释放的一个吧。对，我印象深刻的一个是，就是我们车冲出那个要冲到海里面那一场，因为它的技术层面其实蛮高的，就是我们是坐在那个车子里面，然后真的开到最后那一刹那刹住，然后我记得那天特别记得清楚，是它地上全部都铺满了那个沙。沙，你知道沙那个地上已经是沙了，车子在过去要刹车的时候，其实它是滑的，所以等于让后来知道那效果是车子是真的滑出去。然后那个我当下开的是老车嘛，所以它的那个安全带并不是真的是那种我觉得很安全，就是一个从腰间这样吸过来的。我当下真的觉得我要掉下海里，完蛋了，想对我来讲那一场戏真的印象，现在想起来还是会觉得蛮害怕。对，你是问跟哪个演那两个演员哪个场景印象深刻？对，那就是草丛追逐。哦，又是草丛追逐，对，因为我们在片场的时候，
气氛都还蛮凝重，因为毕竟它是烧脑片，大家都要一直不断的去想怎么来回接那个剧情。但唯有一场是我跟黄老师我们在芦苇里面追逐奔跑，那一场就比较轻松，就是回忆戏嘛。然后我记得呢，当下在拍的时候，黄老师在前面跑，他回头跟我一起就呈现那非常非常青春少年的表情，一直这样，哎，还会发出那种很青春的声音。除了跟黄，对我完全没有办法拍下去，因为拍到后来我是真的笑场，然后尤其是我那时候还有加一些台词，那个片中有显示出来，我在里面是说你别跑了，我来抓你了，我快抓到了。然后黄老师就是哎没有，一直在玩，在那边玩到一个已经没有办法拍下去，这是我真的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事情。演员外压。我的话，其实这个我之前已经分享过了，因为我在这部戏里面，大多数的时候是跟金雷老师在一起的，那跟黄老师跟段老师的戏份是比较少的。分享一个，大家看电影的时候应该有看到有一场戏，就是我被黄老师掐脖子顶到那个墙上去。对，然后黄老师就是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非常爱惜自己对手的这样一个男演员。对，他一直在跟我说小心撞到腰啊，撞到脖子什么的。我说黄老师，然后你等会掐我脖子的时候帮我注意一下，不要把装架给掐出来。黄老师就记住了，结果他真的是一张很凶狠的脸这样走过来抓住我，就要帮我注意一下，不要掐我的脖子。所以这真的是一个没有双下巴的效果，我很感谢他。那再问一下导演，刚刚就是结束之后有看到黄渤老师有用替身哦，那这个替身是替他演了什么戏啊？哦，黄渤老师的替身啊，实际上他里面不是有很多自己看到自己吗？那个人其实要帮他站个位，我们再用 3D 的嗓子重新把黄渤老师做进去，其他没有用替身啊，就是连那些比较危险的架什么戏，他都是自己来。尤其段老师下场的一刻，黄老师就是说：“哎，老段，他那场戏稍微借一下位，是不是太入戏了？”然后那个段老师说：“那场戏我是专业的演员，我只能来真的。”但里面那个替身是为了帮他站位，能够把他的脸用三 D 再换一遍。那问一下子珊，就是你刚刚说黄渤老师非常照顾你，就是替你着想之类的，那段老师是不是就比较狠啊？段老师，因为我跟段老师没有这种特别激烈的戏，对，这个问题要交给王真了。段老师狠吗？段老师是属于那种演戏的时候就比较完全沉浸于这个角色的那种演员，对，所以有一场戏的时候，差点被段老师勒死，差点勒断气了。会有那样的感觉，对，嗯。那场镜头的电影有剪进去的哈，那个镜头没有，就是看起来我是被魔哥杀死的，但真正的我是被段老师杀死的，所以那同一场戏我要跟两位老师都来演，而且当时段老师他是手上戴了一个很大的手表。我的这个脸又比较大，只能骨头，然后刚好那个手表就是刻在这个骨头上勒着，然后差不多这边青了很长时间的，对。但那时候我的状态也不太知道那种感觉，反正我就是知道我要上不来气了，然后就一直在那拍地板，对，就不行了，我就一直在那拍地板。有人道歉？有，编了很长一段文字，所以我就觉得。特别感谢，博客也是，段老师也是，真的，嗯。那我们知道，就黄渤老师啊，在现场在拍照，他就微博还分享了就几位主演的把你们拍的照片，能分享一下吗？我知道，我们去划小船了，就是拍花房的。这个就是那种叫车模跟副模，我们拍很多实验嘛。分享一下黄渤老师拍照。因为黄渤他平常就是很喜欢拍照，然后他会拍景啊，会拍人，对他喜欢画画，还喜欢在现场唱歌，就是一个很多才多艺的那样的人。
他正好有时候在现场光比较好的时候，或者他看到哪个场景他想拍的时候，或者你正在跟别人聊天他觉得很有趣的时候，他都会帮你拍，或者有的时候说，哎，你过来过来过来，站在这个地方来，让我拍一张这样的。对，他会拍很多人，然后拿出来给大家分享，炫耀他的这个高超的摄影技艺。好，最后我们几位主创给我们一句话介绍一下这部电影，给大家推荐一下这部电影，然后我们采访就结束了。好的，推荐给上映，然后希望大家支持，然后这是真的一部值得你们多看几次，但我不保证你们一定会完全接受的电影，但是它确实是一部很有诚意跟很有勇气的电影，希望大家支持。4月28就在今天，谢谢。我建议大家去影城到导演第二部大师系列的这样的一个很用心的作品，也是两位影帝级的演员同台飙戏的一个非常好看的这样的一个表演，就是希望大家今天上映的能够去电影院看一看这个电影，如果没看懂的话，希望你们看得懂，如果没看懂的话，可以去看第二遍，看看里面的细节到底在干什么。4月28就是今天《进击大师》上映了，希望大家在看第一遍的时候仔细，不要错过任何一个环节，因为任何一个环节都有可能是一个线索。那如果第一遍看了之后，你觉得你漏掉了什么，欢迎你们再来看第二遍，因为第二遍会有不同，或者是甚至是会看到每个演员不一样的诠释方式，所以希望你们来支持《进击大师》，谢谢。《进击大师》是陈正浩导演，然后携我们全体工作人员为大家奉上的一部非常诚意的作品，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来电影院支持我们，如果真的是第一遍看不懂的话，希望大家可以走进来看第二遍、第三遍，然后希望大家也不要再问我谁是谁、八九九谁是谁、二八零这种问题了，如果不懂我们就二遍、三遍刷起吧，谢谢。如果大家看过催眠大师，大家一定要看进击大师，因为看过之后你会发现我们在各位观众或者影评人的看法和意见，当你们说解释太多的时候，我们就会尽量把解释时间缩短，当你们觉得翻转的层次不够给你们惊喜，那我们就尽量尝试做更多合理的翻转，所以我们每一次的努力都是希望能够带给大家新鲜的观影体验，谢谢大家。好，谢谢各位老师，今天媒体群访到此结束，谢谢。谢谢，谢谢。我们三位主演再拍一个吧。前面让一下。哎，正前方这边。来这边。来，三位这边。三位这边麻烦。来中间。来，麻烦嘉佩亚这边。嗯，你那老虎老虎车。可以。哎，不好意思。好，谢谢。谢谢。想瞄镜头这边，哎。来。你不是脚？
刘增乐，等一下。刘增乐，刘增乐，老师，还没关机呢。好的，好的，拜拜。拜拜。我操！一般开很多段时间，要等多久？信号怎么样？